对，高度加高了，对，是不是？然高后度让加我们高。的指头呢要高于我们的心脏，这样子你的抬腿高度才会够。哎，那我们请教陈医师，那这样是不是我们第二个心脏角，它的血液就可以回流到我们的心脏来，对，对不对？因为一般观念可能会觉得说，脚抬得越高，血液回流的效率更好，对啊，而且是比较快，对。可是也要去考量到这个姿势久了之后引起的一些不良的效果。所以其实一般来讲，只要高于心脏就可以了。是，对，所以最远端的部位脚趾头高于心脏，其实水往低处流嘛，所以它就已经有一个回流的效果。就这样子高一些，然后顺顺的回流就好，不像我们再把它脚这么高，错误的 NG 示范。